先生们，欢迎乘坐 MU5686 次航班，由昆明长水国际机场飞往青岛胶东国际机场。本次航线距离为2300公里，预计在空中飞行3小时17分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请您坐好，系好安全带。为了您的飞行安全，在整个航程中，请您关闭手机或设置为飞行模式。祝您旅途愉快。女士们、先生们。